Wishbone 呐喊许愿池，它曾经是2018年里昂光节的参展作品。当时在里昂的时候，也是在户外的广场展出。当时是有28颗球体，做成像蒲公英的种子的样造型。那当时呢，也引起很大的回响。那蒲公英呢，它同时也代表着梦想的启动，带着大家的梦想振翅高飞，落地实现。那这一次呢，在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呢，艺术家特别为我们战二库前的广场重新设计。那这一次的展出呢，我们有增加到30颗球体。那在互动的方式呢，我们也改成对着麦克风，收音麦克风以呐喊的方式，希望大家大声呐喊，大声呼喊出自己的愿望，来引起这件作品光影的流动。那同时呢，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的梦想呢都能振翅高飞，落地实现。那到时候也欢迎各位民众来多多的参观这一件作品。